百万元 VR 看屋，细节全录，好逼真。戴上 VR 穿戴装置，透过双眼感受房子未来氛围，样品屋看不得的特色，这里都能看到。那你们高度是有调高？高度客厅的部分3.6，3.6，感觉比较高。台中在地诚意建设，北屯推出两大预售别墅，特地引进 VR 系统看屋。传统图面呈现是这样，在 VR 实境中是这样。不管空间尺寸、氛围感受、建材设备，内外一次看够。但别以为 VR 成本很简单，每一个细节都要用钱打造，做工越细就越花钱。即使是样品屋，它还是有一个局限，它只能做到一楼客厅，顶多到那个主卧室，不可能整栋都做。所以当客户对于预售充满了不确定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 VR 的整体设计。而且对建商来说，这样的方式能节省动辄几百万的样品屋，避免废弃建材浪费， CP 值相对高。只不过现阶段购物族习惯看得到摸得到， VR 要结合建案销售要普及，还有一段长路要走。